以出发啦！我哋完成今日嘅壮队啊，真系好开心啊！突然之间觉得好感动。夏威夷嘅，但我哋头先咧攞到个价钱咧系好靓嘅咁。哇，好得意啊 ！Coco Melon。Planetation 啦，呢個係叫菠蘿園啦。咁咧就距離市區40分鐘。咁現場咧其實都好多人，因為佢9:30開門啦。咁而家都10點啊，半個鐘頭內咧，成個停車場基本上都泊曬。咁咧俾大家睇下先。好啦，估唔到咧呢一间咧入到去一个好大嘅礼品店啦。佢哋咧除咗去售卖一啲嘅衣服啦、水樽啦、锁匙扣啦、贴纸啦、玩具啦、帽啦呢啲嘅礼品之外咧，佢哋仲会售卖一啲夏威夷种植嘅菠萝干啦、荔枝干啦、同埋芒果干等等嘅。咁如果大家咧又好中意食雪糕嘅话咧，我都鼓励大家咧去购买一啲佢哋自制新鲜整出嚟嘅菠萝雪糕。咁咧因为帮助大家降温啦，特别如果你旺季嚟嘅时候咧，呢度真系好热噶。咁仲有咧，佢哋当地都会售卖一啲嘅手工艺品。不过提提大家啦，去呢度咧系唔俾拍摄手工艺品嘅喺个区。咁所以咧，到时大家要留意啦。咁如果你要购买佢哋嘅手工艺品咧，其实都几好嘅。不过咧，佢哋价钱咧就唔平，系啦，因为始终都系佢哋自制嘅手工艺品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咧出咗嚟啦，咁咧暂时我就买咗一样嘢先，因为今日咧突然之间唔知点解落雨，咁啊出边咧呢个花园都好靓啊，可以坐低食雪糕啊，嗌嗰啲菠萝条啊咁样。我哋就行一个圈啦，咁因为咧呢度咧就有三个地方玩嘅，第一个咧就玩 maze 啦，咁呢个 maze 咧超级大，咁我惊咧晒到窿晒，所以我哋就唔参加啦。第二个咧就玩火车嘅，咁火车大概13个几啦，咁我老公就话冇兴趣，咁啊就唔坐啦。咁睇下点啦，我哋净系影下出边嘅外围啦。咁跟住咧第三个咧就睇下啲菠萝种植嘅情况咯。咁我同大家一齐睇下啦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
老实讲，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目睹怎样种植菠萝的情况，也都是仔仔第一次亲身体验种植水果的过程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菠萝。因为如果你讲幅图是没有这个生活经验更加紧要。菠萝又在哪里种植的，他又可以是透过这一次经验去得到。所以我真的极力推介大家一定要来菠萝园参观。火车站下面停一停，顺便拍下个火车。火车就是你了，这个火车呢是环绕20分钟的时间。眼前呢，这个呢就是芒果树，种了一些芒果啦。后面呢就种一些菠萝啦，因为话晒呢夏威夷都是热带地方啦，所以呢都是种一些热带的水果。现在等紧，就快到了。上翻车啦，因为咧不断地咧落雨又停雨，落雨又停雨，真系天气不似预期啊！不过佢又唔系好大雨，系细雨。咁咧，我中意嗌咗杯雪糕啊！佢呢杯雪糕好得意啊，佢插咗一个菠萝，咁价钱咧就8.5咁样咯，大概系。如果你问我系咪好贵，我真系觉得好贵嘅，但系真系要试下咯，因为
都唔知讲紧几十年后先再可能嚟一次，或者唔知有冇机会再嚟。咁咧好多人排队，系咪啊？佢有好多口味嘅。咁咧而家佢做紧个 special 咧，就系买三杯咧，买三个嘅雪糕咧，第三个嘅价钱咧系 15% off。咁佢呢个 special 都几好嘅。咁但系因为我老公又唔食啦，我妈又唔系好食啊，咁变咗我就买一支啊，咁样咯。佢好好味啊，酸酸味味。好好好過五蚊啦！一嚟，因為出邊好焗啊；二嚟咧，就係好耐即係未食過個菠蘿味咁正宗咯，係咯，真係好正啊！係啊，如果大家有機會嚟嘅話，不妨可以試一下，嗯。我而家咧，終於嚟到咧呢個沙灘，咁英文名字就打喺度啦，因為我費事讀錯。咁呢個沙灘咧係好多人特登嚟睇海龜嘅。而家咧嗰度咧，應該身處嗰度好多人咧都係睇海龜。咁呢度點解會咁吸引海龜呢？因為咧呢度嘅地理環境咧係好啱啲海龜喺度休息嘅。呢度已經寫明啦，係啦。咁咧，我哋試下睇下行過去睇下可唔可以。见唔见到海龟？因为咧，听讲海龟咧，佢个时间咧系佢会上嚟岸咧，岸边咧瞓觉咧系大概11点钟至1点钟。咁上网亦都查过咧，系5月至到9月嘅时分。咁而家都9月啦，都唔知睇唔睇到，系啦。咁因为越嚟越冻咧，啲海龟就唔见嘅啦，佢哋会游去其他地方度咧去避，即系避冻啊，系啦。咁我嚟睇下先，呢度啲海滩咧就啲沙就一定冇咁靓噶啦，咁但系咧啲海咧就一样咁靓，睇下，系啦。咁同大家讲啦，咁呢度咧夏威夷咧好多海滩嘅，咁每个海滩嘢都有佢特色嘅。呢个海滩咧就系睇海龟啦，咁咧佢有唔同嘅特色，除咗睇海龟之外，有啲咧就睇海鲸鱼啦，有啲睇海豚啦。有啲咧就可能係 scuba diving 啦，有啲咧係愛嚟游水啦，或者 surfing 啦。咁所以大家咧要自己上網去 search 下每一個景點你想做啲乜嘢。如果唔係咧，如果你隨便揀一個咧，就好危險啊！因為有啲地方特別多鯊魚啊，特別多水母啊，咁就會好危險咯。驚人發現，我哋見到海龜啦！見到海龜啦！哎，呢度有一隻，呢度有一隻。哇！哇！我最老噶嘛！终于见到啦，终于见到啦，好 Q 啊！好得意啊！哇，两隻啊！感动啊！呢一刻真系见到海龟，终于游咗上嚟，唞一唞下，晒太阳。So cute！
真係好感動啊！其實我已經有一個壞嘅打算咧，係未必睇到海龜啊，因為今日天氣好差啦，二嚟咧最旺季嘅睇海龜嘅時間咧已經過咗啦。咁咧，但係竟然今日見到唔單止係一兩隻，係講緊起碼十隻以上。頭先我仲見到一個好細嘅 baby 嘅海龜咯，真係好靚啊，好得意啊！跟住咧有隻海龜咧，明明想伸個頭啊，好想吸下新鮮空氣，點知咧見到海龍，哇咁勁嘅，跟住佢又屎翻埋去收埋個頭咁樣咯，勁搞笑啊！真係覺得啲海龜好啦。咁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嚟睇海龜咧，而你又係嚟夏威夷呢個 Honolulu 咧，必定要嚟呢一度。其實揸車唔遠嘅，講緊係頭先我哋由呢個菠蘿園揸車嚟呢度咧，都係講緊15分鐘嘅時間。咁咧你可以泊喺側邊路邊嘅，係啦咁樣咯。咁如果你又中意曬太陽嘅話，順便喺度曬咯。不過講真的，真係好鬼熱啊！係啊，好啦，咁我哋出發去食午餐啦，耶！哇，竟然我哋泊車呢個位置竟然睇到貓貓，哇！你睇下，喂，今次係好近咁樣睇貓貓食草。終於吃完這個午餐了，這個午餐實在太耐時間了，比我想像中真的跟上網說的差不多。它不是說等排隊買東西吃耐，而是等即攞餐的耐，因為當很多人嗌的時候呢，就變了它要的時間要整要耐一點。它員工呢都請多了人，有很多新仔的，很多後生的，都有成5-6個人的了，但是呢都不搞唔掂啊，因為有成30個人、40個人咁樣排隊，特登慕名而嚟咁樣咯。咁呢間咧係最近咧呢一年咧都有開咗個分店喺 City 嘅，但係唔知係喺邊個位置啦。咁但係咧呢一間咧就係喺呢一個 North Shore 嗰度咧好出名嘅，因為大家咧睇完海龜啊或者曬完太陽之後咧就會特登揸車過嚟。咁佢咧出名咧就係喺個 truck 嗰度咧煮啲咖喱嘅stream 啦咁樣。咁其實佢有三種口味，一個就 hot and spicy 啦，一個就咖喱啦。咁個名叫 Scrambi， 係啦，另一個咧就係叫做lemon and butter 咁樣嘅，佢亦都有額外咧叫做 garlic dog， 咁啊大概價錢就係5蚊。咁我頭先個餐咧都係16蚊，其實都相約差唔多啊，同City 食嗰啲嘢。咁啊味道咧，我覺得我好中意呢一度夏威夷整嘅 garlic stream 咧，每個地方都係嘅，佢整嘅咖喱咧係好重口味啊，食落去咧如果你加埋啲 lemon 咧擠上去咧，就會覺得啊好 juicy 啊，好入味咯，因為我自己個人有好中意食蒜蓉咁樣嘅，真係好重啊，係啊，好重嘅口味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如果你唔中意食蒜蓉口味咧，咁就唔係話好中意咯。但我自己個人就好喜好食咖喱嘅咁樣。咁啊咁同大家講啦，因為咧呢一間咧是位於很僻的，即叫做郊區的地方啦。咁變咗咧，佢係 cash only 嘅，佢就唔收卡嘅。咁都明白嘅，因為小生意咧，咁如果佢收卡嘅話，可能要俾好多手續費啊、申請啊咁。所以咧，佢哋都唔會有一個信用卡嘅收費啦。而且咧，這個都要同大家講，就係話佢哋嘅 take away 咧，佢就係用錫紙包住佢，咁就算噶啦。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打算喺架車度食嘅話咧，因為我哋頭先都喺架車度食，咁就必須要同佢講話啊，可唔可以幫我哋用個錫紙 cover 佢？咁然之後話俾佢聽你要用幾多叉啊幾多碟啊咁樣咯，係啦。咁我見好多外國人咧即係特登過嚟食，我見好多日本人都過嚟食啊，咁樣係啦，俾錢啊，咁有人嗌一份，有啲嗌兩份，咁啊有啲4-5個人咧可能都嗌咗3個餐，咁大家 share 食咁樣咯。咁你話價錢係咪貴咧？如果以飯的份量呢其實是貴的，因為它只有2個scoop 而已，但是以一個蝦來說呢，它有12隻的，其實就很抵食的，是啦。如果大家特登來吃的話，其實都 OK 的，是啦，即是tips 那裡呢你就自由去自己選咯，是啦。還有停車啦，不過我就覺得停車那裡很不方便，因為我們特登現在拍了去 post office 啦，其實就不是那麼好的，不過我們真的沒得選，因為太富了，剛才直頭是 block 埋添，剛剛才開返，那它每個車的收費呢就2蚊這樣咯，那就做自己小生意這樣。
好啦，我哋回程嘅时候咧，发现呢个沙滩咧又系好靓噶。咁我哋咧又我老公发现到咧下面咧就有啲海龟，细海龟游水，好得意啊！今次系细海龟，唔系大海龟。你睇呢个环境几优美，冇乜人嘅喎，系啊，真系冇乜人。不过真系好晒，好靓啊！呢个海龟真系靓到不得了，俾大家睇下。好靓啊！啲水好清澈啊！太阳射落去咧，睇到成个下面咧海底嘅世界咁啊！啊！我见到只龟啊，伸个头上嚟啊！嘣嘣嘣嘣嘣！你你好。好啦，我哋终于说服到阿妈咧，走嚟落嚟影相，说服我瞓觉觉全部。靓唔靓啫？个海滩 ？So beautiful，so beautiful， 系啊。I like it。咁你咁多沙滩，最中意边个沙滩啊 ？All of them beautiful。Are beautiful，OK、okay。好啦，我哋终于咧嚟到下一个站，呢、这个叫做 Coffee Farm。咁呢度咧就系、是、organic 整嗰啲 coffee 咯，入边咧有啲农场咧系种嗰啲咖啡噶。咁呢度专系卖咖啡豆啊，有得试饮啊，买下试食啊咁样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兴趣而你又系咖啡嘅爱好者咧，就必须要嚟呢一度啦。咁我哋入去睇下先，唔系好大噶咋应该。呢啲好食啊！呢啲好食啊！你想食啊？好甜噶，但系睇咗先，睇咗先。嗱，呢度有 ice cream， 应该有 mango sorbet。又见到啲鸭鸭啦，咁低人啊！哦，哇，好靓！好啦，呢度咧就系、是、嗰个咖啡 farm 里边嘅 restaurant 啦，其实就好细嘅，咁佢里边咧就买唔同嘅杯啊。買嗰啲磁石啊咁樣嘅 ，excuse me sorry 啊，不得，係啦，啊仲有 postcard 啊，係啦 ，postcard 當係一個車牌咁樣咯，係啦，佢啲 postcard 好特別嘅，佢係咧好似油畫咁樣，好靚噶，咁我都買咗幾張，諗住寫俾朋友。咁如果大家你係好中意我寄 postcard 嘅話咧，可以下次寫低，咁我有機會咧就可以 send 俾你啦。係啦，呢度就係佢啲杯咯，好靚啊，佢成個格局，好靚。系啦，呢啲咧就係飲一啲好濃縮嘅咖啡咯。如果大家飲濃縮咖啡咧，就知道呢啲杯啦。係啦，咁呢啲係 coffee mug， 咁啊有啲啊 decoration 嘅嘢啊，同埋我好中意呢度啲貼紙啊。不過我就嫌佢有啲貴咯。係啦，5.95先得個咁細嘅貼紙。如果平啲嘅話咧，可能我會買嘅。咁呢度哇，你睇下，全部一系列嘅咖啡粉啊，係啦。咁你都知道夏威夷都出名唔同咖啡，咁我哋陣間可能試飲下呢個premium coffee 啦，咁就半磅就12.95啦，一磅就23.95，其實都唔係話好貴嘅。如果有唔同口味啦，呢個就係 blueberry strudel butternut rum， 即係有酒味嘅呢、這個，即係唔知係咪咧 ？vanilla 係啦peanut butter 係啦，咁呢啲仲有啲細細包嘅，係啦。小小包的，
都幾得意啊！佢呢個就賣$5咯，係啦，仲有啲衫仔嘅，係啦，同埋介紹唔同啲咖啡豆咧點樣種植啊！我好中意佢哋啲畫，好靚，係啦，啲衫啊成啊咁。試飲呢一隻牌子，係啦，好唔好飲啊？有啲火味啦，有咩牌子啊？呢只有咩唔同啊？你睇下呢度咯。Cowboy Coffee， 我覺得呢個好重嘅 coconut 味啊。我中意飲呢個，我中意飲呢個。而家飲緊呢個。你話苦咧又？苦得嚟，落啲糖，落啲甘唔甘啊？落啲奶落去會好啲。嗯 ，OK。試緊呢個叫做 butternut rum 啦，咁咧其實咧好飲過 hazelnut， 因為 hazelnut 嗰個咧就比較苦啲，咁如果相對你呢個 rum 咧，就冇咁苦澀，係啦，呢個甜甜地。咁我頭先問佢 rum 咧係咪即係加咗啲 alcohol 咯，佢話唔係啊，純粹係有啲oil 落去嘅啫，咁樣就唔係真係有啲 rum 落去嘅。易入口啊，真係易入口。哇！真係好味，好味。咁阿媽頭先就喜歡嗰個，佢都會買一兩包。咁對於我老公嚟講唔係咁愛好咧 ，sorry。咁咧佢就可能唔買噶啦。好啦，咁我睇下買唔買先。啊，跟住咧，我哋咧買完嘢啦。咁最後我媽咧就買翻佢頭先試嗰杯嘅咖啡啦。佢話覺得好飲，咁佢就俾咗兩包細嘅兩盎司啦。咁就大概$5一包細嘅。系啦，咁呢度咧就系咖啡农场啦，个名叫做 Green World Coffee Farm， 系啦，如果你打落 Google Map 咧就会有噶啦。好，好啦，呢个咧就系咖啡农场啦，免费入场，系啦。其实我都唔系好识分啊，啊见到啦，有咖啡豆呢度，哇系，冇名，我都唔系好识啊，哇呢啲咖啡豆。好像迷宮是的，不知道紅色那些是不是熟了的呢？是的，我的兒子在那裡玩。好了，我們終於來到最後一站，就是吃晚餐。現在的時間是4:09，那為什麼我們這麼早來呢？就是因為這裡關7:30，真的超頂人。那如果我們不吃的話呢，就真的沒機會吃了，因為剛才塞車塞得很緊要。還有呢、這間嘢比較串嘴，是逢2、3、4、5才開，6日1不開的，還有它的時間是開10:00至7:30，所以現在一定要吃晚餐。好，我們終於吃完這個 Helena 的Hawaiian food， 這個是美國夏威夷算是挺出名的吃夏威夷傳統食物的地方啦，很多旅客是必吃的，因為我們第一次來，所以我們就想試吃啦。其實之前呢我都有上網查過的，有些人就覺得好吃，有些人就覺得麻麻地，我自己覺得呢就有少少像我們中國的家常便飯，即是它是有些 fusion 是像夏威夷 mix 那些 Asian 的。咁我哋嗌咗啲咩咧？就係嗌咗一個叫做 pork 啊嘛 ，rib 啊，係啦，跟住仲有嗌咗條魚啦，係佢哋自己介紹嘅。咁仲有咧，就係嗌咗啲咩咧？嗌咗個 salad 啦 ，salad 其實得一種嘅啫，叫 macaroni salad 咁樣嘅。咁咧全部都好細碟嘅。咁啊食完之後咧，我覺得其實 salad 之前我試過係好食嘅，因為酸酸味味嘛。咁啊跟住佢個 pork 咧。那個 rib 咧其實係好食嘅，不過咧我就覺得好鹹啊！我嚟到夏威夷咧第5日咧，我發覺呢度嘅嘢食咧係好似啲鹽分唔使錢噶嘛，係咁係咁加咁加，鹹到不得了咯！咁佢醃嘅味係好食嘅，不過你問我咧就似一啲燒烤味咁嘅感覺咯。咁但係呢一間咧就真係非常之出名，同埋攞過好多獎啦，同埋佢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咗嘅第2年咧就開嘅，係1946年。點解我會
知咧，就見到佢哋啲職員件衫係寫住1946年咁樣，即係好耐歷史啦，已經係咁啊。所以大家如果嚟到夏威夷嘅話，不妨可以試下嘅。不過佢泊車位就真係好少，同埋注意翻佢開營業嘅時間啦，真係啊，唔係話成日經常開咯。咁另外一話咧，我就覺得佢啲職員咧啲態度就一般啦嚇，即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嚟咗美國咁耐咧，其實我未見遇過一啲真係美國人住咧，佢哋咁快收碗碟嘅，即係正常係等啲客人走咗佢先收噶嘛，佢唔係嘅，一嚟到咁啊，我唔知啊，但係我自己喺度撳電話嘅時候，直頭一兩嘴就收咁樣咯，跟住係中途時候咧，佢先會逐個問啊呢只碟收唔收得，呢只碟收唔收得咁樣。但係正常應該咧，美國嘅文化啦，以我認識咧，係等啲客人走咗先至收碟嘅，除非真係逼不得已咯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佢哋唔會咁樣做咯。但係佢哋唔係噶，係食曬即刻收碟咁樣，即係好似趕客咁，但係其實嗰段時間又唔係好 rush 嘅喎，咁樣。咁第二樣嘢咧，就有一個嘅職員都有啲唔係態度好好，即係有啲黑面啊咁樣咯。所以我就覺得整體嚟講都係3.5分，即係無論個 service 啊或者食物嘅嘢啊咁樣咯，係啦。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提一下咧，如果大家未食過 poi 咧，可以食下嘅。poi 嘅咩意思呢？都係夏威夷嘅一種嘅食物，傳統食物嚟嘅，係以前佢哋一啲嘅taro root 啊，佢哋用咗啲芋頭嘅啲根咧嚟整出嚟，加埋啲水啊，加埋啲粉啊，咁溝出嚟。我哋之前已經食過啦，食落去咧真係冇乜味嘅。所以如果你對於 taro 呢樣嘢唔係咁有興趣嘅話咧，就唔好點啦，因為第一就好貴啊呢度啲嘢食，咁第二咧就係冇味咁樣咯。因為我哋個行程咧其實都好順嘅，因為我哋就一路向北走，我哋由 city 啦向到去北啦。咁大家都知道夏威夷呢個 city 咧都唔係話好大啊，咁啊所以就唔係 Honolulu 應該 Honolulu 呢個 city 咧就唔係話好大，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大家係有興趣去我頭先想去嘅地方咧，就可以跟住我個行程去直去到上去北啦，去睇海龜啦。中途睇下呢個嘅菠蘿園啦，然後翻轉頭嘅時候可以去飲杯咖啡唞下啦。咁其實呢個行程係非常之啱一家大細嘅咁樣咯。好啦，咁如果呢個短片咧係 enjoy 嘅話咧，記得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未 subscribe channel 咧，都鼓勵大家去訂閱我頻道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朋友，同埋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，你覺得我哋今日嘅行程 O 唔 OK？ 又或者你係啦，有個新嘅建議，下次鼓勵我哋上嚟嘅話咧，你就喺下面話俾我哋聽啦。啊，仲有記得提大家，如果飲開咖啡嘅朋友，如果你知道嗰啲豆咧係咩色咧為之熟嘅話咧，你就話俾我聽啦，喺留言嗰度。好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